悍匪这个团呢，在乐团界啊，算是哇年纪稍长的一个团，但是呢，他们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一起玩音乐了。他们也非常非常用心呢，在维持他们这个乐团。他们的团名呢叫做"暗匪"，其实呢是来自于客家话"暗 voy"，"暗 voy" 就是很厉害、很赞的意思。而他们的音乐呢，深受 Guns N' Roses，也就是枪与玫瑰的影响非常重，所以他们的音乐充满了80年代的重金属摇滚的风格哦。走，我来去看看"暗匪"。不要转台哦，收视率很重要。闪闪烁烁，点缀了黑暗天空。如果没有黑暗天空，星星如何闪烁？我不懂为何无法看透这一切，开始就是结果。访问到了一个让我看到觉得非常亲切的乐团，我们来欢迎暗 boy 江江江江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暗飞。不合群。再来一次，一二三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暗飞。来，自我介绍。我是暗飞的贝斯手，我叫阿宗。大家好，我是暗飞吉他手塔兹欧。塔兹欧，日本人 ，this。日文 ，yes。大家好，我是暗飞的主唱 Raphael。Raphael， 欧洲人 ，this。
法文。哦，好，没事啊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暗飞的鼓手小龙。小龙，大家好，我是暗飞的吉他手 Chaos。Chaos， 哇，喂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 CD， 这样。哎呦，我们做的一个，对，我们自己的 CD 专辑，相当特别哦。暗飞，暗飞，暗飞什么意思？暗飞，他们团名叫暗飞，其实是客家话，就是很赞、很棒、很厉害的意思。来，请跟我念一遍郭士伦，暗飞。I'm boy. Very good. Good. 哇，所以你们的团名是取自于客家话的，很棒的。最早的想法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再把它延伸到中文。对。可是客家族群实在是太小了，可是想说这样介绍可能大家听不懂。后来我们就另外一个版本，就是说，我们是从英文团名翻过来的，英文团名叫 Secret Door。然后我们就想说，翻成秘密的门好像蛮鸟的，后来就想说改成一个暗飞的感觉，所以刚好两个都可以结合。哦，对。好，所以你们组团到现在，其实你们都很喜欢摇滚乐，深受 Guns N' Roses 的影响吗？对，我们的创作大概都是比较偏80年代那些、那些。也不算很复古啦，但是就是比较偏 hard rock 那一类的哦，传承精神啊，传承精神的。因为本来我们这些听的东西都是比较时代的，所以80金属。对，就很坚持一直在做这样的音乐。对。其实啊，有很多自己做唱片的人啊，都很有想法，还请了艺术总监哦，然后他们还自己做像自己属于自己风格的。你们对于这样的封面很满意，对不对？还 OK 啦，还 OK 哈、哦。就是我们当初的诉求就是画的要不像这样，所以他也看我们非常不像，非常不像，对。所以关于这一点，我们还是很满意的。那为什么五首歌都没有写出来嘞？在内页哈，内页，我们可以把它拉开。其实它里面做的还，我们觉得这个卡特别，好精致哦，是内页都做了。哎，好精致哦！这个是你们自己量产吗？对，应该是说我们就是有表演的时候可能会兼卖，就对了，也没有卖啊，就是干嘛送啊？我们原本大概是做了的，差不多快100张，然后就是有表演或是说有比赛的时候就。有兴趣的就可以跟我们来拿这样子。哇，你们好有心哦！对，那像赔本没关系哦，没有关系，家里也有钱。是为了梦想，对。哎，他说家里有钱，他说对。啊，不是，我会回答梦想的那个题目，对。当然希望有一天可以卖了，不过现在反正就是。对啊，开心就好，就自己做的很开心。对，自己做的很开心。所以你看，他们其实真的是相当用心在做音乐了哈。那也希望呢，有一天。你们这个真的能够摆在唱片架上面卖，好不好？是，希望如此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，加油！安boy哦，安boy，谢谢。也许这次分别后，你的心飞向一个我无法触碰的天空。也许每次争吵后，你的爱无法为我做出一丝丝承诺。你看着天蓝蓝晴空，我猜想每一片云朵都有它存在的理由。望着冰冷冷双眸，诉说着在你的失踪，早已经没有我。求世界停留。I'll be alright when you're far away。脑海中浮现你甜美笑容，就不会感到寂寞。I'll remember the taste of the time。没有人能代替，在我心。
牵着你的手，去找世界停留。